是露露仙子，这些是我的好朋友，丁丁，你好，当当 ，Hello， 东东，嗨，我们一起来学《弟子规》。《弟子规》for love and harmony，《弟子规》for love and harmony，《弟子规》for love and harmony。The key to happy life is here，《弟子规》for love and harmony。露露仙子早，丁丁早，今天我带了好吃的手工蛋糕哦。哇，好棒哦，露露仙子，我要吃，我要吃。放心，我就是做给你们吃的，我们一起去找当当和东东，一起到我家吃蛋糕吧。好啊。咦，是当当和东东耶。东东，我们用零用钱买的这个耳机好像有点贵耶。哎呦，不会啦，我跟你说，这个耳机虽然有一点点的贵，但是播出来的音乐音质真的很好耶。来，我们现在来试试看。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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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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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 Yo yo man， 东东，当当，Yo girl， 当当，做什么啦？这么大声！你们先把音乐关掉啦。好啦。Hello， 东东，当当，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呢？什么？我们有没有礼貌吗？对呀，你们明明就有看到露露仙子了，还不打招呼，嘴巴还念念有词的。我们在专心听音乐嘛。东东，当当，虽然你们很专心的在听音乐，但是走在路上看到长辈，一定要主动跟长辈打招呼，这样才对哦。哦，我知道了，我下次一定会主动和长辈打招呼的。还有哦，走路最好不要戴耳机听音乐，因为这样很容易分心，走路要小心哦。我们以后不会再这样了。我们知道了，露露仙子。很好哦，大家只要好好跟着我们学习《弟子规》，就会变成人见人爱的小朋友哦。《弟子规》，Let's go！《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爸爸，这一个数学题我不会算，可以教我吗？当然可以啊，来给爸爸看看是什么题目吧。在这里，五加二是多少？我算不出来耶。当当，爸爸问你哦，你想想看，五个蜂蜜罐加两个蜂蜜罐，总共会是有几个蜂蜜罐呢？蜂蜜罐啊，里面一定都装了满满的蜂蜜。对啊对啊，
用你最喜欢吃的蜂蜜来试试看，算出这个数学题。五个蜂蜜罐加两个蜂蜜罐等于多少啊？当当，好好吃的蜂蜜啊，肚子好饿哦。来来来，当当，爸爸画给你看哦。等一下你自己再数一数，这样总共是几个蜂蜜罐哦。而且妈妈现在已经在煮饭了，我们把这个数学题算出来，等妈妈煮好了我们就可以吃饭咯。来，爸爸画好了。咦咦，当当呢？妈妈可以吃饭了吗？我肚子好饿哦。好的，等妈妈把汤煮好马上就可以吃饭咯。耶，太棒了。当当，你怎么可以没有等爸爸把话讲完就跑掉了呢？因为妈妈煮的饭太香了，我肚子饿啊，我想吃饭。当当，你还不可以吃饭，要先把刚刚的数学题算出来才可以吃饭。我肚子好饿哦。当当，你好啊，你肚子怎么了？露露仙子，我肚子好饿哦，都是因为爸爸不让我吃饭了，坏爸爸，哼！怎么会呢？是不是当当你做错了什么事情，爸爸才不让你吃饭的？我问爸爸数学，爸爸就教我用蜂蜜罐来算，我算着算着肚子就好饿，刚好闻到妈妈煮好的饭好香，就跑去厨房要吃饭，结果爸爸就生气了。当当，那这样就是你不对的咯。长辈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专心的听，不可以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突然跑掉，这样是很没有礼貌的行为哦。露露仙子，我知道了，以后我一定会等爸爸妈妈把话说完，不会再做出这么不礼貌的行为了。当当，很棒哦。那我们一起去看丁丁在做什么呢？耶，公园到了！大宝，等等，我们要先玩什么呢？我等等带你去玩那个溜滑梯，超好玩的哦！哎呀，丁丁、大宝，你们等一下再玩的时候呢？哎，好久不见嘞！今天那么好，带孙子出来公园玩啊！哎呦哎呦，是老张你呀、啊！啊，你好，丁丁啊，大宝，这是阿公的朋友张贝贝。跟张贝贝打个招呼。张贝贝你好。好好好，你们真的好乖啊。哎，老张，你今天比较早来公园散步哟。对啊，老王约我过来一起下棋，我就早点过来了。丁丁，阿公在聊天，我们先去玩溜滑梯吧。大宝，不可以啦，阿公刚刚话还没有跟我们说完呢，我们不可以乱跑啦。阿公怎么还在聊天？我好无聊哦。丁丁，我们先去玩，不要管阿公了啦。不行啦，我们要再等一下下。哦，好好好，那个老张啊，待会见哦。耶，丁丁、大宝，你们怎么还站在这里？怎么没有去玩呢？阿公，老师有教过我们，和长辈在一起的时候，长辈没有叫我们走开，我们不能离开哦。哦，丁丁、大宝，你们真乖，你们等阿公等了这么久，应该很热咯。走，阿公带你们去吃冰淇淋。耶！嗯，好好吃啊。丁丁你好啊，什么事情那么开心啊？露露仙子、当当，你们看，丁丁，你怎么会有冰淇淋？我也好想吃哦。因为啊，今天阿公带我去公园玩溜滑梯，遇到了他的朋友，他们就一直聊天，聊了好久，可是我都没有离开哦，就一直站在原地等他把话讲完。阿公觉得我很乖，就买冰淇淋给我。
丁丁，你做得很好哦，没有打断阿公聊天，又很乖的在旁边等阿公讲完话。当当，你要多跟丁丁学习哦。露露仙子，我知道了，我会向丁丁看齐，当个有礼貌的小孩的。很好哦，那我们一起去看东东在做什么呢？爸爸，等一下我们可以去买爆米花跟可乐吗？好啊，那我们先去那边排队吧。耶，谢谢爸爸。东东，我们买小包的爆米花就可以了。好的。哎，东东啊，那个不是你们学校的老师吗？爸爸，我们快点走，电影快要开始了。东东，你先回答爸爸的问题，爸爸在问你有没有看到你们老师。有。哎，啊，看到长辈就应该立刻上前去打招呼，你怎么没有去跟老师打招呼呢？因为我想要赶快进去看电影啊。就算想看电影，那也不可以假装没看到老师啊。东东，你这样很不应该哦。东东，快点过去帮老师的忙，把爆米花捡起来。啊，捡爆米花？爸爸，电影就要开始了耶。东东，你这样太没有礼貌了哦，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错了。我电影都要开始了，爸爸还叫我跟老师打招呼。东东，你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呢？都是我爸爸啦，老是爱生气。东东，你爸爸会生气，一定是有原因的吧？今天我爸爸带我去电影院看电影，刚好遇到老师，我没有去打招呼，然后老师的爆米花掉在地上，我也没有主动帮忙，所以我爸爸就生气了。东东，我们看到老师当然要马上去打招呼啊，你怎么可以不跟老师打招呼呢？可是电影快要开始啦，如果还去跟老师打招呼，那会来不及看怎么办？看到老师本来就是要跟老师打招呼啊，这样才是乖小孩啊。对呀，东东，难怪你爸爸要生气了，因为你这样非常没有礼貌哦。是哦，原来是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假装没看到老师了。东东这样很乖哦，知道做错就要改过，很棒哦。我要赶快回家去玩玩具喽。老师你好，这是你刚刚掉的书，还给你。东东，谢谢你哦。老师不客气。东东好乖哦，看到老师都会跟老师打招呼，还会帮忙老师，你真是一个好孩子。老师你好，爸爸，老师来了。好，赶快请老师进来坐坐啊。老师请进。老师，请问东东在学校的表现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吗？哦，东东在学校表现很好哦，不但会主动跟老师打招呼，前几天还会帮我捡掉在地上的书哦，他真的很乖。谢谢老师的夸奖，东东好乖哦，要继续保持哦。好，没问题，谢谢老师。露露仙子，我跟你说，我听了你的话以后，看到老师都会主动打招呼，还会主动帮老师的忙，老师就跟我爸爸说，说我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呢。那真是太好了，东东，你以后要记得看到长辈要主动打招呼，这样才是个礼貌的乖小孩哦。好，露露仙子，我知道了。弟子规 ，Let's go。叮叮，当当，咚咚，今天教大家的《弟子规》，陆玉长即趋揖，大家都学会了吗？学会了。陆玉长即趋揖，就是遇到长辈要向前问好哦。像我现在跟爸爸出门的时候，看到师长
不会躲开，我会很有礼貌的走过去跟老师打招呼哦。东东，你做得很好哦。那长无言，退功立，又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长无言，退功立的意思是，当我们跟长辈打完招呼之后，如果长辈没对我们说什么，我们还是要在旁边静静的等候，不能够随便离开哦。丁丁，你说得很对哦。那当当，露露仙子问你，现在你爸爸教你功课，你会怎么做呢？露露仙子，我现在会坐在爸爸身边，好好的学习，而且认真听爸爸说的话，不会再随便乱跑了。非常好，你们三个人都做得很棒哦。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唱唱跳跳咯。上前礼貌鞠躬，这样才有礼貌。长辈交代事情，我会乖乖听话，等待长辈交代完毕，我才会离开。When I see an adult who I've seen before, I will goThem once more. When adults are talking, I will listen silently, wait for them to finish, then depart quietly. 大家在家里多唱唱跳跳咯。不管任何时候遇到长辈要问候，我会上前礼貌鞠躬，这样才有礼貌。长辈交代事情，我会乖乖听话，等待长辈交代完毕，我才会离开。When I see an adult who I've seen before, I will goThem once more. When adults are talking, I will listen silently, wait for them to finish, then depart quietly. Bu guan ren he shi hou, yu dao zhang bei yao wen hou, wo hui shang qian li mao ju gong, zhe yang cai you li长辈交代事情，我会乖乖听话，等待长辈交代完毕，我才会离开。When I see an adult who I've seen before, I will go and bow to them, greet them once more. When adults are talking, I will listen silently, wait for them to finish, then depart quietly. Bu guan ren he shi hou, yu dao zhang bei yao wen hou, wo hui shang qian li mao ju gong, zhe yang cai you li mao.交代事情，我会乖乖听话，等待长辈交代完毕，我才会离开。When I see an adult who I've seen before, I will go and bow to them, greet them once more.When adults are talking, I will listen silently, wait for them to finish, then depart quietly. 弟子规，let's go!
小朋友，看完今天的《弟子规》，Let's go！ 大家还记得露露仙子教了些什么吗？路遇长，即趋揖；长无言，退恭立。路遇长，即趋揖，大家都学会了吗？学会了。路遇长，即趋揖，就是遇到长辈要向前问好哦。老师你好，这是你刚刚掉的书，还给你。东东，谢谢你哦。老师不客气。东东好乖哦，看到老师都会跟老师打招呼，还会帮忙老师，你真是一个好孩子。长无言，退恭立，又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长无言，退恭立的意思是，当我们跟长辈打完招呼之后，如果长辈没对我们说什么，我们还是要在旁边静静的等候，不能够随便离开哦。那个老张啊，待会见哦。耶，丁丁、大宝，你们怎么还站在这里？怎么没有去玩呢？阿公，老师有教过我们，和长辈在一起的时候，长辈没有叫我们走开，我们不能离开哦。哎呦，丁丁、大宝，你们真乖。弟子规 ，Let's go！长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主动打招呼，很乖哦。那长辈没有叫我们离开，我们可以离开吗？不可以随便离开，要乖乖站在旁边。你们都说得很对哦。路遇长，即趋揖，长无言，恭立。路遇长，即趋揖，长无言，退恭立。路遇长，即趋揖，长无言，退恭立。小朋友好，今天学的《弟子规》的意思，你们都知道了吗？知道了，露露仙子。太好了，大家多跟《弟子规》Let's go 学习，就会变成人见人爱的小朋友哦。我们来一起唱唱跳跳咯。好，露露仙子。路遇长，即趋揖，长无言，退恭立。路遇长，即趋揖，长无言，退恭立。路遇长，即趋揖，长无言，退恭立。耶！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敬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亲人有余力，则学